开闹，到时候你们的专场就好了。哦，先预定这样子。由原子少年节目成团出道的 Aqua 原少年，25、26日一连两天举办专场演唱会。尖叫连连，演唱会上还邀请了 Phoenix 的俊廷担任主持人。你们刚才表演的这两首歌啊，是不是有不同的意义？因为我们第一首跟大家见面的歌曲就是 Freaky Love， 那我们在 Aqua 原少年第一次出道的歌曲也是我们刚刚跳的 Aquarius 水星座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现在是用两次第一次见到你们，所以这两首歌都是你们的第一次。没错，没错，这太谁了？这边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一下你们，就是顺便让你们放松一下。黄梦敏现在胖到几公斤？我也想听，我也想听，我也好奇，我也好奇。今天给你面子，今天不闹你好不好？ Okay. 今天是你们阿垮的专场，先讲，你先来闹我，到时候你们的专场就好了。哦，还有一位。特地到场来支持阿垮原少年的嘉宾，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是谁了。让我们欢迎小派派伟俊。这是最后一次再为你流泪，把所有都给了你，却很伤悲。再为擦干眼泪，把不舍的话全收回。这是最后一次再为你心碎。早知道就该你证明朋友的缺点，一次又一次的跨过自己的底线，信任最后就成了最可笑的谎言。 I wish I could find a way to let you go, all the rumors out there hurt me so. When you suck in my mind, even I try so hard to replace you. 水柱我是最后一次再为你流泪，把所有都原来男团是这个感觉，还是我们试一下再组一团？哎呦，好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其他成员没意见吗？他们可能会有意见，会有意见。